在这一边呢，他说 conjugate angle to T 是250度。我们知道 conjugate angle 呢，加起来是360度，所以我知道我的 T 加250度等于360度，所以我的 T 会是等于360度减250度，所以它是110度。所以我知道我的 T 是110度的时候呢，我的 V 加115加110加55会是等于360度。我懒惰把这样多搬起来，搬过去，我先把它全部加起来先。所以55、60、70、80，然后它就有280等于360，所以我的 V 等于360减280。所以我拿到的是80度，所以我的 V 会是等于80度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